Kunt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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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unta。大家好，今天的博客呢，题目是吃烤鸭的人来了。坐在我旁边这位小伙子呢，是姓刘，名威，刘同学。那很高兴他到北京来吃到这个翟老师的烤鸭了。那我们今天来访问他一下，谈一谈他的感想，他学音乐的路程等等。刘同学你好。哎，老师好。跟这个网友说声好。哎，各位网友好。对了，那我想先从你这个你的背景来谈一谈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？就是我是高二开始的接触。那么晚学音乐啊？比较晚，但到现在四年多一点。以前完全没有学这方面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看理论的，就是没有看见。以前就是只有唱歌啊。那高二开始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比较流行的现代的爵士音乐比较有兴趣？什么时候开始呢？高三第二学下半年就开始接触。什么原因呢？听到上网听到爵士音乐，上网听到了、就觉得很感觉很有兴趣、很有兴趣。那么你现在的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就还是在读大三学生。哪一个学校？请跟我们讲一下。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。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。师范学院里面的音乐系。音乐系。嗯，那你们的音乐系呢，应该还是传统的为主吧？是。那你有没有主修什么乐器？主修什么课程啊？主修什么东西？我是主修声乐的。主修声乐。钢琴还是必修的？钢琴必修。那么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提供比较现代了、流行了爵士的课程？几乎没有。几乎没有。那你在学校学的跟你现在喜欢的好像不大一样吧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没有太大关系。在学校里面念音乐，可是你在外面呢念这个流行的爵士的音乐。那你是不是另外找老师呢？还是另外到什么学校呢？还是到什么这个什么培训班去学这个东西呢？还是上网找资料比较。上网找资料，没有这方面的老师，自己也没有了解到，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老师啊。那上网找资料都是哪一些资料呢？网上有些是网友发的。网友发的、有的音乐论坛上也有。还有上网下载有些外国的教材看了。那你所认识的同学大概是不是也都跟你这个情形一样？如果是喜欢爵士流行的同学，就差不多。其实我花的时间比他们多了。因为他们没有老师，就自己学，也好像学不到什么，不知道怎样入手。那这个你所接触的这些同学或你认识这些朋友，是不是大概情形都这个样子？就是没有什么教材啊，没有什么地方去学啊，也没什么老师去问。比方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呢，可能他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兴趣，也没什么专业，所以无从问起。这恐怕是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年轻朋友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那你这次我们这个除了两个题目，吃烤鸭，谁来吃烤鸭？一题就是半减七和弦可以用哪些音阶？第二个是全音阶可以用哪些和弦来做即兴？这两个问题呢问了很久，根本没有什么人来回答。那就你这个你的答案呢已经超过我这个所要求的答案了。不过你那个上面是因为有包括两个隐私音，如果只有一个隐私音的话算的话，那我这里的答案是60个。这个60个呢，我想我们可以跟网友一起分享一下啊。那么刘同学是已经答的最多的了，他答了70多个了。那70多个很多是包括两个的。如果一个的，我们来看半全减七和
半全简期我们看一看啊，半全、半音、全音、半音、全音、半音、全音，一共八个音的减七音阶，非常有名的半全减七哈。听高音，看不见。对了，这个音阶可以用到多少个和弦？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，第一个是 C，OK，全都在里面。第二个 C minor 三音都在里面。第三个是 C diminished triad 三和弦，三音都在里面。第四个是 C 六，全都在里面，四个音都在里面。第五个是 C minor 六，四个音全在里面。再下面是 C seven。四个音全在里面，再下面 C minor seven， 四个音全在里面，再下面 C minor seven flat five 或者 C half diminished 全在里面，再下来 C diminished 全在里面，四个音，接下来是 C sharp 高半音的，其他的根音都是 C， 就 C sharp 高半音，四个和弦都在里面，都在根音阶里面。然后再过来是 C7 flat 9减9，五个音都在里面，然后 C7 sharp 9加9， C7 加9，五个音都在里面。再下面 C7 减5都在里面，四个音，然后 C7 sharp 11增11全都在里面。那这两个和弦看起来一样，其实不一样啊，请注意哈。C7 减5的话，所有的5都要降的。C7 增11的话，5没有降，只有11增。所以如果两个手，左手是5，右手是10，增11的话，那就是增11。如果两个手都是减5的话，那就变成减5了，不一样哈。在下面 ，C7 13，所有的音都在里面。OK， 15个，从 C 的有15个，你看看，好了，15乘4等于60，为什么？这里还有15，相差小三度的 E flat 15个， G flat 15个， A 的15个，所以只有一个隐身音的，像这个一个隐身音，减9加9减5增11 13五个隐身音。那你如果又是减9又加9又增11又有9，那太多了。如果算两个或者三个的话，可能超过120个。我们算一个隐身音的话有60个。那么刘同学是答案最接近的一个啊。那很多有的答的比较少，有的根本不答了啊。到现在为止答来这个要吃烤鸭的人不多啊。那么刘同学是把这个通通差不多答出来，比这个多一些了，但是他因为用了两个隐身音所以比较多了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他来这个答对了所有的题目，请他吃烤鸭。那么今天烤鸭好不好吃？还好。好好这个不是假的哈，希望以后我们再出题目，有更多的同学朋友有兴趣的来哈，我们还是一样能够请他吃这个烤鸭，这个表示说到做到啊，不是光嘴巴讲。有的人网友已经在网上讲了，这根本吃不到烤鸭，太难了题目。那当题目要有一点难度了，如果太容易的话呢，我受不了，我开烤鸭店也不行了哈。所以要有点难度，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去研究一下。另外一个呢，全音阶，全音阶都是全音，全音，全音啊。刚刚这个还没有，这个很厉害的，即兴演奏哈，一个音阶，这一个音阶可以用了60个和弦，那一共几个音阶呢？三个，所以三个减七可以用180个和弦呢，180个和弦都可以用这个减七音阶，
所以你不管什么歌拿来，我几乎就拿三个音阶就给你弹完了。所以你可以整夜，你来个剪辑之夜，全部用剪辑音阶做即兴，管你什么歌，管你什么播客，管你什么什么东西，一律用剪辑音阶，你看可不可能？可能吗？所以大家不妨这个用剪辑音阶好好练习剪辑音阶，一共只有三个，然后每个有60个和弦，所以三个音阶可以弹180个和弦之多啊！一定要学这个东西。哇，再讲一次，学即兴不学剪辑音阶是笨蛋，学和声不学剪辑和弦呢是傻瓜，请大家注意啊。另外一个全音阶啊，那我这就讲了 C 加一个 C 加 add 9，所以你不要讲 C 加9， C 加9可能变成下面一个了，所以 C 加 add 9，就 C 加3给你再加上一个9， C 加 add sharp 11， 就 C 加增11，所以三个了，然后 C 加 7， C augment 7，然后 C 加 7 再来加一个9，C 加 7 再加一个增11，还是各用一个引申音，六个。下面 C 7减5 C 9减5，你看全部他们所有的这些音都在这个音阶里面，一个都不少。那这两个呢稍微有一点差，但是也可以了，因为 C 7我们通常不弹5，左手弹137，那137加上这个都可以用。 C 9也是这样，1379那其他音都可以用，所以所有的音都可以用在这两个和弦上面，而且这两个和弦最常用这个音阶的，所以一共有多少个？10个，10×6，这里有6个，像它全音的都可以，60个，刚刚这个是60个，那这一共两个音阶，全音阶一共两个，所以一个音阶有60个，两个音阶120个，这个是180个。希望大家对这个知道以后好好去练习一下。好了，答案也有了。我想剩下时间跟你谈谈，你对未来的音乐有什么期望或者有什么看法等等，就是你希望如何，希望多点流行方面的老师还有资料。这个老师怎么来的？从国外请来？不是，我就希望当这方面的老师啊。你笑啊，好，立志做什么？教更多这个下一代的，对，年轻的，因为自己学的很。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音乐科系了啊，政府都应该注意到，有那么多需求，很多年轻的人，很多年轻的学子喜欢这方面的东西，希望了解，希望学习。那我们没有老师，那我为什么不培训一些呢？从国外引进一些等等都可能啊。好，你这个立志做这个老师很好，将来把所学的能够发挥贡献啊。那你将来希望在哪些方面？因为这个东西范围很广，你希望哪一方面能够再深入研究等等，还是全面的？主要是希望在建钢琴方面。钢琴，那将来就是流行钢琴、爵士钢琴。编曲方面。编曲，这个都。弹钢琴的太多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国内弹钢琴的千千万万的，可是都在什么古典，弹了半天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是照那个谱弹。那么你弹爵士、弹流行，你必须要知道，你可以编曲，可以即兴，也可以做伴奏，也可以玩乐队。那钢琴这个是蛮好的，学流行、学爵士，你从钢琴开始起步，哪怕你以前没有基础的话，都很好。2年以后应该都是，不可同日而语啊。可是你如果只学传统的方法了，学了好几年，最后也许常常不晓得干嘛哈。编曲当然也是了，这个跟古典的编曲不一样，不是古典所谓的那个什么配器学，这个是你要在旋律方面、和声方面、节奏方面、即兴方面、乐风方面都要加以什么变化，产生个人的一种风格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编曲叫 arranging 啊，或者是美国现代这种编曲的手法，那你对这两方面都很有兴趣的话，那我想这两方面都是要靠什么支撑？比方说你的节奏要加强，现代节奏 ，jazz、rock、pop、拉丁节奏加强。第二个你和声，那你玩的这个东西，尤其编曲上面啦、伴奏上面啊、即兴上面都需要和声，所以各种和声的基础越打得越好。越帮助你将来在这方面成长。
旋律，旋律相互分析，每个旋律什么音，将来你可以用这个音去创作旋律，玩旋律哈。那然后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可以即兴，即兴你就把它弹出来呢，在琴上弹出来就是即兴，把它写出来就是什么作曲了，对了，然后再编曲。这五项都是传统音乐，或者像你们同学了，在传统音乐系里面，这五项比较弱的，旋律、节奏、和声、即兴、编曲，所以你就在这几个方面加强。但是你说传统音乐系的旋律、节奏、和声也很强，那都是传统味道的，它的旋律不够现代化，比方说也是音根本不用的，蓝调音根本不用的等等啊。那和声更不现代化了，不爵士化了。那节奏也是太传统的节奏，不现代化，那根本没有编曲。比方说一个四部的这种所谓的 block chord 或者是分组式的编曲根本没有。那即兴传统音乐根本他会弹，你让他弹八小节即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这五项需要你注意一下，旋律节奏节奏和声即兴编曲五大类。加油加油。那么几年以后呢，那你这将来会非常有成就的。那除了自己可以享受之外，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再交流，跟朋友交流，然后叫更多年轻的下一代。我的话太多了，你再讲讲你的希望或者你的想法等等。想法还是先学好了，以后比较想从事教育工作。从事教育工作。哦，你现在是师范学院。对对对对。对。我刚刚念大学也是师范学院。几十年前了，五十多年前也是师范学院。对。对，我们既然从事师范啊，师范国之什么教育国之本，师范由尊崇啊。我们学师范对教育应该是特别要重要哈，不但自己学啊，不但要这个自己学好，而且要能够教更多人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那么那你回到江西以后呢，回学校里面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？先把学到的东西先巩固一下，学好之后跟同学会教一下同学，互相交流啊，交流一下。好了，你回学校没问题，有问题这个打电话问我啊，跟我直接交流啊。那么有空到北京来玩，来看你朋友、看你亲戚的时候，也可以到我这儿来讨论有关的问题。非常谢谢你。那么下次我再出题目，希望你再来，再能够这个是第二次考呀。好，谢谢你。也谢谢老师的考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